解买楼要找环宇上盘？我哋 GC Global 环宇上盘是全港唯一一间上市公司附属机构，专营大湾区的物业专家。我同过百个发展商紧密合作，我哋专业顾问同合作团队为客户提供最专业、最贴身的置业服务，成功帮助过千位业主置业大湾区，融入大湾区生活。点解卖楼要找环宇上盘？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欢迎来到大湾区，我将会亲自带大家考察大湾区的优质物业，沿途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我40年的内房心得，同埋最主要自主的生活体验是怎样的。 OK， 大家跟我一起上车好吗？ OK， 我们出发，欢迎大家登上我们环宇上盘的睇楼专车，我 Michael 亲自带大家考察大湾区，好，欢迎上车。我们每日都有专车穿梭往来深圳罗湖口岸和惠州十里人滩，环宇上盘业主朋友们是可以免费预约乘搭的，沿途我哋嘅专业顾问就会根据你嘅实际需求作出分析，量身订造最适合你嘅置业计划，帮助你买到至啱 key 嘅大湾区物业。点解卖楼要揾环宇上盘？嗨，大家好，我系环宇上盘嘅 Ken， 咁欢迎到我哋惠州嘅十里人滩分店。需要代租代管或者系楼宇买卖，都系揾我阿 Ken 帮你手啊！你好，系环宇上盘嘅 Ken， 今日有咩可帮到你？系吴小姐，吴小姐，揾到你想要嗰个单位啦。下个星期你要翻嚟乜 ？OK， 冇问题，因为我已经安排咗个清洁嘅人员咧，就听日会上你屋企嗰个搞卫生嘅。系，洪小姐，洪小姐，冇错，有个客咧就想同你租长租，咁就租三年到。我哋环宇上盘除咗提供呢个楼宇买卖服务，仲要提供呢个代租代管服务，为专柜业主提供呢个无忧无虑嘅物业托管，享受最优质、最便捷嘅管家式服务。点解买楼要揾环宇上盘 ？Hello， 我系实测小助手芳芳，无论大事小事乜嘢事，咁都可以系揾我帮手噶。我哋环宇上盘提供呢个三年无偿售后服务，全程由专人跟进一系列嘅手续，包括签署楼宇买卖合同、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安全支付楼款及相关嘅杂费，提供完善嘅法律保障，直至攞到房产证为止，协助办理居住证、驾驶证、社保、医保、内地入学等事宜，让大家快速融入呢个多姿多彩嘅大湾区生活。当然唔少得咗呢个免费收楼验楼服务，为业主朋友们提供专业嘅验楼师上门检测验收，确保你嘅物业冇安全隐患。另外仲有全屋装修、全屋家私订制、全屋家电套餐服务，从设计、选料到安装，一站式解决家居装修烦恼，真正做到安心又放心。点解买楼要揾环宇上盘？选择之师一定包你啱 key。Hello， 大家好，系环宇上盘精灵，环宇上盘红啊。系啦，咁终于咧嚟到迎到我哋呢个大好日子啦。咁呢个2022年嘅12月28号啦，到我哋2023年嘅1月8号咧，系我哋碧桂园凤凰湾啦，我哋风情上庭咧一到六座集中嘅一个收楼时间。系啦，咁我哋今日嘅话咧就系即系夹咗时间啦，同我哋业主对好咗啦。咁就系喺我哋过咗我哋嘅元旦假期，因为当时嘅话咧系预约上边啦，就名额不足嘅，系啦。咁喺我哋嘅1月3号咧就嚟到现场帮我哋嘅业主朋友仔咧收楼啦。系啦，咁至于今日嘅任务嘅话咧，五四零会同大家啦，因为都嚟紧通关啊嘛，有好多朋友仔会问我哋喺香港我哋点翻到嚟内地，翻到嚟现场，同埋咧我哋周边嘅配套有啲咩更新咧？咁五四零咧就会负责呢一 part 啦，等阵咧同大家去周围去更新翻我哋一个配套啦。
咁今日我嘅任務嘅話咧，就係主要負責售後呢一 part 啦，收樓驗樓。今日我哋都約咗我哋嘅驗樓師傅嚟到現場，我哋陣間會幫我哋每一套單位嘅話咧，會做一個驗收啦。第二個話咧，就我呢邊嘅話咧，會處理一啲收樓嘅手續啦，包括所有嘅一個簽到啦。交費啦，同埋檢驗啦，等等，係兩鎖匙啦，呢啲任務啦，係啊，就因為嚟緊我哋今日嘅話咧，就時間嘅話咧，因為得一日時間啫，到時嘅話咧，嗰啲有後期嗰啲繳交呢個契税啦，同埋今日我哋都可能會應該要辦埋證嘅，冇錯，應該要辦埋證。咁係先簽辦證資料，係啊，然之後嘅話咧，後期交税之後，將我哋嘅原税證明俾翻律所啦，咁就可以去辦理呢個房產證噶啦。係啦，冇錯，所以今日嘅話咧，任務都比較多嘅，我哋要盡快分頭行事，去處理我哋 各自負責嘅事務。OK， 係啦，咁我哋等陣再見。OK。係啦，咁首先伍石尼先同大家咧去介紹翻我哋一個外圍啦，同埋我哋一整體一個環境嘅。咁首先睇翻我哋風情上庭啦，我哋一啲順序嘅編排先。OK。咁呢度咧，我有一個非常中意嘅一個部門啦，就係呢個全周期嘅維護部門，就係喺我哋四號樓嘅下邊嘅。咁呢個嘅話咧，就係我哋後期咧，我哋啲驗樓報告啦，同埋咧，如果我哋去驗樓嘅時候發現有啲咩問題嘅話咧，佢係唔會動啦，會有一個專屬嘅一個工程師啦，係可以負責跟進翻嘅。咁呢個服務嘅話咧，係非常之貼心啦。咁首先可以睇翻嘅話咧，我哋一二三號樓嘅話咧，就喺我哋嘅左手邊啦。咁四五六號樓嘅話咧，就係喺我哋嘅右手邊嘅。咁物業中心嘅話咧，就喺三號樓嘅樓下啦。咁物業中心嘅話咧，佢呢邊一共六棟樓，咁六棟樓嘅話咧，每一棟都會有一個專屬嘅管家嘅。所以呢一點嘅話咧，伍石尼係覺得非常之貼心啦，同埋咧，即係處理起身嘅話咧，會比較人性化少少。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啦，我哋會有車庫嘅出入口啦。咁車庫出入口嘅話咧，一共喺我哋六棟樓之入邊嘅話咧，一共係有兩個。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喺我隔離，就係我哋三號、四號樓之間啦。咁仲有一個嘅話咧，就係五號、六號樓之間嘅。OK， 咁再睇一睇啦，我哋外圍嘅一個設計啦。咁外圍嘅話咧，當然我哋每一棟都會有一個專屬嘅一個入户大堂啦。咁以及嘅話咧，因為我哋喺下邊係會有商鋪嘅。咁咧佢都會有四個閘口啦，咁就係俾我哋外來一個車輛啦，去入翻去喺我哋嘅商鋪啦，去做翻個消費啦，或者係營業。咁商鋪嘅交付時間嘅話咧，都係同埋我哋今批嘅一個公寓啦，係集中一齊交付，即係我哋12月28號啦，到我哋嘅1月8號嘅。咁依家其實見到好多商鋪啦，咁佢已經係黐咗我哋一啲招租嘅一個牌噶啦。咁當然都已經有開業咗，叫做一間真月。民宿的一個店已經是開業了，那我們都添加了聯繫方式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仔，如果你是想住間屋拿出去做托管民宿的話，那都可以聯繫我們，我們會提高相應的資訊給你的。 OK， 那再看回的話就是我們身後，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去推薦的這個興滔遠光先生，那基本上的話都是在我們2023年的6月其實都會集中交付的，那到時候伍石尼和阿雄都會過來去做我們環宇筍盤一個貼身服務。那當然因為都來咁會通關啦，所以如果係親自上到嚟收樓嘅朋友仔嘅話咧，都可以聯繫我哋，我哋都會協助你嘅。OK， 咁興滔苑嘅話咧，其實佢個外立面咧都已經係做好咗噶啦，好似我哋嘅風情上庭咁樣啦，咁我都做好咗啦。咁佢包括內部嘅一啲間隔啦，同埋裝修啦，以及咧我哋一啲清潔工作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完完全全咁樣去做到我哋一個準時交付嘅呢個情況嘅。OK， 咁再睇翻，再補充翻一點啦。咁好似我哋喺風情上庭啦，我哋本次收樓嘅一個風情上庭嘅一棟下邊已經係有我哋嘅公交站噶啦，就係、叫做風情上庭站。咁目前嘅話咧，係有兩條已經係通車嘅公交線路嘅，包括我哋嘅302啦，同埋我哋嘅902。咁一兩站嘅一個距離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東日灣啦，即係我哋同一條外環路上邊嘅一個大型嘅一個商圈啦。咁當然都可以去翻我哋佛山更加大型嘅一啲天佑城啊等等嘅商圈啦，都冇問題嘅。所以咧，基本上我哋嘅配套嘅話咧，其實都會慢慢跟翻上嚟噶啦。再加上嘅話咧，其實好似我哋一個順德大我哋嘅順德大橋。目前的話一啲好多嘅橋面工作啦，同埋我哋一啲橋墩位橋嘅一個柱位嘅話其實都已經做好咗噶啦。咁到時候通翻去我哋嘅地鐵三號線啦，同埋我哋嘅順德港嗰邊嘅話咧，僅需要係10分鐘。咁時間嘅話咧，預計係去到2025年嘅一個年初嘅。咁到時候通車嘅話咧，我哋香港嘅朋友仔翻到嚟啦，無論你係話水路或者係話高鐵啦，其實都會更加方便嘅。咁今次咧就係我哋外圍大環境嘅更新啦。咁等陣嘅話咧，伍石尼去翻我哋周邊嘅一個配套啦，同大家去介紹翻我哋喺香港點樣翻嚟方便，同埋咧我哋翻到嚟可以去邊度 shopping 嘅。
係啦，咁因為臨近通關啦，所以我哋有好多啊鳳凰灣嘅一個業主咧就會問540，540，我現在喺香港咧翻到嚟我哋嘅樓盤，係最方便嘅路線係乜嘢咧？咁今日嘅話咧就同大家去介紹翻我哋一個交通方面嘅一個配套啦。咁首先嘅話咧就係我身後呢個順德港澳城，咁其實咧喺我哋嘅即係呢個碼頭呢度啦，已經係見到我哋嘅樓盤，正正就係喺對面嘅啫。係啦，咁等通關之後嘅話咧，我哋呢邊就會有船啦，係可以直接翻到去我哋香港嘅一個中港城嘅。咁全程需要嘅時間咧，大概係1小時45分左右啦。成人票價嘅話咧，大概係175蚊啦。咁如果係兒童票價咧，大概係100蚊到。咁如果翻到嚟我哋呢邊嘅順德港澳城點翻樓盤咧，咁首先目前嘅一個現況嘅話咧，可以通過滴滴啦。咁目前如果是經過我們的一個順德快速的話大概是20分鐘左右，去到2025年初我們這個順大橋通車之後的話，在我們的港澳城這邊直接回到我們樓盤大概是10分鐘左右的車程，時間上的話是會大大的縮短的。但剛才介紹大環境的時候，大家應該都會見到我們這個順德大橋的話其實已經是目前已經是動工了一段時間的了，所以我們見到已經是有橋面或者是我們的一個橋柱的一個位置的話，去到2025年的年初就會正式開通的了。 OK， 再跟大家去更新我們這邊一個地鐵的一個路況。首先我身後的話就是我們這個順德學院站啦，系我哋佛山三号线嘅一个起始站嚟嘅。咁如果系佢系连接翻我哋嘅佛山一号线同埋二号线啦，咁系可以去翻去我哋广州南站啦，或者系我哋广州嘅市区嘅。咁我哋呢条三号线嘅话咧，其实系佛山最长嘅地铁线路啦，系喺2022年，即系我哋上一年嘅12月28号啦，系会正式开通咗噶啦。咁如果系连接翻我哋一个东平站，连接我哋佛山嘅一号线啦，系可以入翻去我哋广州啦各大嘅市区，包括我哋嘅越秀啦、白云啦，或者系话我哋嘅天河海珠区啦。咁如果是連接我們的一個灣華站，即是我們的佛山二號線的話，是可以去回我們的廣州南站的。所以如果是回到來的朋友仔在廣州南站，其實通過地鐵線路都可以來到我們一個佛山，我們一個順德的一個地學院站，然後在我們這個順德學院站滴滴15分鐘就可以回我們的樓盤了。除此之外的話，其實在廣州南站可以換成我們的輕軌站，對面的話其實就是我們一個順德學院站，當然都是我們港珠城軌的其中一個點。它下一個站點嘅話咧，就係我哋佛山嘅一個容桂站啦。咁我哋碧桂園鳳凰灣嘅話咧，其實係喺重大嘅一個輕軌站之間啦，係連接我哋嘅容桂站最近嘅。喺容桂站，港珠城軌容桂站咧，翻翻我哋樓盤係僅需要10分鐘嘅一個車程。係啦，咁就係喺我哋碧桂園鳳凰灣啦，我哋嘅風情上庭前面嗰條路，即係我哋前面嘅呢個外環路啦，係雙向四車道嚟嘅。咁直行啦，大概係1.5公里左右嘅話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東日灣，我哋呢個東一城噶啦。咁呢度咧係作為我哋順德嘅話咧首個 outlet 去打造嘅。咁包括入邊好多嘅一個運動品牌啦，好似我哋見到門面非常之大嘅 Nike 啦、Adidas 啦等等嘅話咧，其實都係已經投入咗呢個營業當中噶啦。咁以及嘅話咧，入邊其實有好多嘅一個運動裝啦，咁啊作為打折啦去出售嘅。所以如果翻到嚟嘅朋友仔嘅話咧，可以嚟到呢邊去逛一逛啦。咁我哋一齊入去睇一睇。咁當然因為今日係平日嘅一個狀態啦，所以相對嚟講嘅話嘅人係少啲嘅。但係咧，其實我哋見到嘅話咧，其實佢一樓嘅鋪咧已經係開到滿曬噶啦。咁二樓嘅話咧，目前係處於一個裝修當中啦。咁會包括我哋一啲超市啦，同埋我哋一啲男裝女裝啦。咁三樓同埋四樓嘅話咧，已經係同步營業咗噶啦。咁包括會有我哋嘅健身房啦，同埋飲食啦等等嘅一啲設計嘅。咁我哋直行啦，就經過我哋嘅後門啦。咁後門嘅話咧，其實目前啦，佢嗰邊嘅一個營業狀態嘅話都非常之唔錯。基本上咧係處於一個滿鋪齊開嘅，因為呢片成一個啦，包括我哋鳳凰灣嘅居住人群嘅話咧，其實都係即係有翻咁上下噶啦。所以咧佢嘅生活配套嘅話咧，比我哋之前或者係話比我哋啱開始去介紹呢個樓盤嘅時候嘅話咧，係成熟咗好多嘅。咁包括我哋會見到有藥房啦，我哋一啲 coffee shop 啦等等嘅話咧，已經係開業曬噶啦。所以咧，如果係翻到嚟嘅朋友仔，記得過到嚟呢邊啦，或者係話住喺鳳凰灣嘅朋友仔嘅話咧，其實佢周邊嘅配套嘅話都會越嚟越齊全噶。係啦，咁呢個咧係距離我哋鳳凰灣啦，我哋風情上庭啦，非常之近嘅一個商業體嘅一個最新嘅更新啦。跟住落嚟嘅話咧，再去睇翻啦，我哋外環路，我哋自己樓盤碧桂園鳳凰灣入邊嘅一個底商嘅最新情況啦。嗱，咁去咗我哋嘅商場之外咧，咁再嚟睇翻我哋外環路啦，我哋碧桂園鳳凰灣啦，自彈嘅商業街。咁目前嘅話咧，基本上已經交付嘅咧，已經係成型咗噶啦。咁後邊嘅話咧，就係之前同大家介紹開嘅我哋一個 KFC 啦，我哋嘅生活超市啦，以及嘅話咧，依家係新增咗會有我哋嘅口腔醫院啦，同埋咧我哋去做女生去做 SPA 嘅一啲美容館嘅。咁第二個嘅話咧，除咗我哋一啲方便日常一個消費之餘嘅一個
配套嘅咧，我哋可以再睇睇。咁呢邊嘅話咧，我發覺有條美食街喎。咁包括咧會有我哋一啲東北燒烤啦、南州拉麵啦，同埋嘅話咧會有一啲湘菜館啦，以及咧啲原生態比較鮮嘅一啲食材咧都會有嘅。咁同埋咧比較細少少嘅鋪咧，會有我哋一啲粉麵館啦。同埋嘅話咧，就係會有一啲法國即係去賣葡萄酒嘅等等嘅一啲酒館都會有嘅。咁再睇翻咧，前邊就會有我哋一啲養生館啦。咁基本上嘢開咗或者係話營運嘅鋪嘅話咧，都會比較多噶啦。所以如果係話收樓啦，或者係話通關之後有親戚朋友有一齊上嚟去參觀你嘅美宅嘅話咧，如果係想落樓食嘢呢度嘅話咧，就會有好多好多嘅一個選擇啦。嗱，咁參觀完我哋周邊嘅一啲配套更新之餘嘅話咧，我哋再轉翻去啦，睇下我哋現在嘅一個驗樓嘅情況啦，我哋交樓嘅情況同埋我哋嘅質素啦，以及咧我哋一啲裝修嘅一個參考咧，會有邊種設計嘅。咁事不宜遲，我哋依家即刻出發啦！大灣區咁大，唔知點揀？咁多楼盘，花多眼乱，自住投资边度好啲？有咩陷阱？有咩中伏位？想知多啲，试多啲，可以随时上我哋公司，揾我哋最专业嘅团队倾下噶。我哋喺港九新界、深圳同江门都有分店，可以话总有一间喺左近。仲有记得关注我哋环宇选盘嘅 YouTube channel 啦、Facebook 啦、Website 同埋 WeChat 微信公众号。咁我哋最新嘅市场消息啦、热卖嘅选盘啦，或者啲折扣优惠咧，就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啦。仲有千祈唔好错过我哋环宇选盘全港首创嘅360全景上帝之眼，投资前睇真啲，胜算自然高一啲。我哋 GC Global 环宇选盘承诺全程港人服务，一条龙跟进到收楼，从此选择GC包你啱key。